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包含着众多中国元素，其中有两个女孩值得关注，她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当中。20岁的广东女孩黄华蕊正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就读，她为捷克代表体育代表团举牌进场，而来自重庆的英国留学生肖元是传媒专业的研究生，伦敦奥运会文艺表演志愿者，在开幕式上参与了5分钟的热舞。国内大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都采用封闭式的集训，伦敦奥运会要求演员利用业余时间训练。肖元表示，所有演员都是义务的，没有任何收入，甚至连所谓的补助都没有。